2024TF 家族运动会调查问卷，那我名字就叫你说的对。姓名丁，姓名宋小轩，我姓名叫刘耀文 ，Alex。姓名，你猜我是谁？姓名是爽哥，星座是双座。爽爽爽！星座狮子座。双子座。你是 OK 的吗？米饭座。星座双鱼，星座鱼，就射手，属相。OK， 属相金，属相是猴子，属相猴，属相猪，猪，属大象，属相是大象，血型是金，古老而又神秘的黄金星 ，G O O 地形。血型我乱写的，我都不知道我画了个符号。血型，的确调查血型干嘛？受伤了要给我们输血吗？我应该是 A B 型。R H 阴性，血型就 A B 吧，还 M B 型 ，I N F P 是吧 ？M B T I 不叫 ，M B T I 是 D I N G。M B T I 是啥？是 E N F P 吗 ？M B T I， 我的 M B T I 是 I T B N。我是 ESTP， 哎，完了，这种正面上学的时候要被老师打死。MBTI 是爽爽爽，有没有认真一个不是认真的版本？我咋没有？不知道可以问吗？人人都有一张嘴。他如果是我的最好的朋友，我难道不应该？对不起啊，看那别播，选一个最中间的。会尽力进球吗？当然会，踢爆他。这是守门员，是你的最好的朋友，你会尽力进球吗？当然会的。会尽力进球吗？肯定会的。哎，还是会吧。嗯，要尊重比赛。你现在学到了，要抓住每一瞬的出手时机。我会努力进球，然后进一颗球，我就会说，还需要多练练。会，当然会。你会先投篮还是先投？抱投篮的，投篮。不是职业的，我不投篮，所以我挠痒。先挠痒。啊，我会轻轻把它给你拿下来放走，然后再继续投篮。那我就填个中间吧。先挠痒，反正我投篮的话，大概率是不进的。我挠痒也是不进。那怎么都是不行，那还是解决一下挠痒的问题吧。领头的羊，忠诚的狗，没人选忠诚的狗吧？什么东西啊？忠诚的狗，谁会说自己像忠诚的狗？我想知道，谁选了这个忠诚的狗？我一定要跟他认识一下，我一定要跟他做好朋友。我宁愿当个害群的马。大家都会选领头的羊，但是我要当害群的马。害群的马。什么东西啊，我肯定选领头的羊啊。给他重新加了一个选项叫正义的人。我是爱睡的猪，我现在运动会上睡不了，偷懒的猪。结果我发现最后全跟忠诚的狗分在一块了。害群的马吧，要不这害群马我都不用想，然后想必是害群的马。我是孤高的狼，他必选害群的马。他要是选了领头的羊或者是忠诚的狗，我跟他我以后就是狮子座，啊，就是忠诚的狗吧，管他的，啊不，偷懒的猪，偷懒的。几乎都在充电了。50%吧。啊，我差不多10%的时候会不安吧。我一般还有核电的时候会充电。自动关机，自动关机才充电。自动关机才充电吧。这会不会当坏小孩子？我再加个选项。立马当和事佬，加一个选择吧，吃西瓜。我应该是会静静的看戏，因为他们发生争执之后，首先第一点，你首先得保护好自己，所以说我会离远远的，先看一下，激烈到一定程度，联系警察叔叔过来，那个维护一下，然后紧急调停一下那种情况的话，我会选择打电话，所以我会选择中间这个，在旁观的情况下进行劝导。对，如果是能够劝导的话，
如果围巾不受我控制了，我会选择报警。你可以选中间的小圆圈。我不选，我就选兴奋的加入他们。我可能会选择兴奋的加入他们。当然是兴奋的加入他们了。尖叫的跑开。尖叫的跑开有点好笑，我要尖叫的跑开。这手是谁的呀？这不是我的还好，这不是我的手吧？还行还行，你们家的私货啊，我要举报你们，我不服。我为什么不能这样的？这样的，画一个。我选择我某一个，第三个。我有这样断腕，我和我爸争执了几年。我有这样断腕不会烫，我这样断腕特别蠢。我选中间。不行，你们这样我就入了你们的坑了。我就要选一种不正常的，我就选第一个，这个吧。我应该会选中间这个。我平常断我是会怎么断的？向我报名团体项目射箭400米。OK。甲子项目，请选出以下项目我最想参加的五项。足球。足球是第一位是吧？对。卡迪巴，卡巴迪。卡巴迪是啥呀？我只知道迪巴拉。卡巴迪是啥呀？卡巴迪的话就。萨布迪卡，萨布迪卡。不是。哦，我知道，哦，抓住然后要回来，哦，卡巴迪，哦，我知道这个，就是你碰的人越多，对你得分越高。篮球、足球、跳高回来吧，跳高是背越是吗？跳高，随便你怎么跳。趣味毫不接力是吗？不会，我选那个人，完了他们几个没人选，我很尴尬，跟一群小朋友一起。跑步接力赛吗？跳绳吗？接力赛吗？对啊。这很好玩，感觉。趣味跑步接力赛是啥呀？就是有跨栏，然后有双人跳绳，就是三个人跳绳。可以，这个还挺有趣的。趣味跑步接力赛吗？听起来易懂，简单易懂的样子。转转球摔跤是要摔到自己的门里？对，它只有一个门，然后三队一起。可以自己进去吗？自己。是的。撞撞球摔跤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你要穿上那个1.5米的那种气球，然后把对方把其他两组的人放，就是撞到那个门里面，球框里面。羽毛球吧。蒙眼传水也算运动啊？蒙眼传水一看就要失身。不要。蒙眼传水是啥呀？哦，那这个可以，我要第一个。蒙眼传水吧，正往别人脸上扑。我其实要偷偷的摘下眼罩，卸妆水在上面。我就是海群的，我在这里面生动的展示出来我的海群之处。我当第一个，然后后面全部都被泼了。要不然，蒙眼传水，这个听起来很好玩。蒙眼传水，撞撞球摔跤，其实也行。这个考验速度，我玩不了。玩不了。然后我会选羽毛球是第二位，卡巴迪是第三位。那篮球、足球、羽毛球这三个我都挺想参加的。可以。我很久没打羽毛球。可以就选两个吗？五项。没有，我们要有准备吗？你最想参加哪五项，并按照参加程度顺序？就参加四个差不多了吧，必须五个是吧？那我们需要在卡巴迪、篮球、撞撞球、摔跤和跳高中间选一个。作为一个 I 人的话，在这几个项目里，
正常跳到。正常跳。正常就摔跤。正常就摔跤吧。好了。就篮球吧。要选五个的话，撞撞球、卡巴迪。卡巴迪。我先写个编号哈。OK。羽毛球、篮球、趣味跑步接力赛，太久不打篮球了，天哪！那就足球、篮球、羽毛球、跳高，选五项是吧？篮球、足球、跳高、趣味跑步接力赛是什么？嗯，他这个分四个项目。然后有的是接力赛再来一个吧，不行，跳高也不能参加，我已经不能跟这些小弟弟来比这种东西了，因为他们都是年轻，我已经奔三了。哎，摔跤不行，撞撞球摔跤，我看到摔跤这两个字我也受不了。趣味跑步接力赛可以，看到趣味可以，趣味跑步接力赛可以。然后篮球第四，趣味跑第五。我才不要拍训。好了，选完了，收工。谢谢大家。我们报展示一下。我选了羽毛球，迪巴拉。听说你很有名。永远传球，蓝水，足球。用球摔跤第六，永远传水第七，跳高第八。你觉得我这么写还是我这么做还是挺清晰明了的吧？足球第一，篮球第二，卡巴迪第三，趣味跑步第四。我打点这种羽毛球是不是好一点？但我现在想到一点，我的粉丝们应该是希望我参加这个环节的。那就第五个吧，参不参加看你们了。行吧。都别白来。篮球、足球、跳高、接力赛、羽毛球，这次跟接力赛调换一下。足球、篮球、羽毛球、跳高、趣味跑步、接力赛。篮球、羽毛球、趣味跑步，然后纯水、卡巴迪，那就是羽毛球、足球、趣味跑步、接力、蒙眼传水和撞篮球摔跤。